这个是老师，我们这个雷达测核的设备，我们是上次搞了一个7028的预言，但是预言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前期对电池还有这个整个显示屏的一些工作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主要是气温的问题。那怎么解决呢？现在是我们因为时间各方面原因吧，我们在6500呢，我们现在现成的只能用我们自己的登山设备来进行一些做保暖。那么电池这一块，我们前期是做了一些，先是用一个泡沫把它包起来，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会，这是我们高登山的时候用的一个羽绒袜子，然后这个呢也会对电池呢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暖。